何同学，你咋在这儿呢？我可等着你了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我公司破产了，追债人天天在我家门口。你需要多少钱？20万，一个月之内我就给你。这卡里有30万，你先拿去应急。好好好，谢谢你，我先走了。喂，哎姐，他妈出意外了，在医院手术了，需要钱，怎么办呢？你先别着急啊，我来想办法。嗨，郑鑫，之前借你那20万能先还我吗？这都一年多了，我有急用。喂，你好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Sorry， 我今天刚换了辆车，晚上咱们去酒吧庆祝一下。那恭喜了，郑老板提车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来之前也没说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好去接你啊。打电话？你把我电话都拉黑了，我怎么给你打电话？那就是你手机的问题了，可不关我的事儿啊。欠我钱一年多了，也该还了吧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头两天我刚投资了一个项目。我家里出了点意外，我急需用钱。那过两天吧，过两天我把钱给你送过去。郑鑫，我真的急用钱。不就欠你点钱吗？你至于吗？我是拿你当朋友，当初才把钱借给你的。行行行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要是不来找你，你是不是打算一直把我拉黑呀？钱我都还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我当初借你钱是让你翻身的，不是让你翻脸的。